中国握手采取方。前两天东伯虎跑去了笼子，前两天东伯虎跑去了笼子，溜了一圈，扑到了一个人，扑向一辆车，撞碎了车窗玻璃，最后被麻子枪击中抬走了，惊魂未定。接着又窜去有十只金钱包从杭州动物园逃走，去向了哪里不得而知，都是亲人的东西，或许被人弃，难道都只是一时的疏忽？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相信夺命全球的冰斗不是从中国的十年史放去，大概上更加热闹，人们正忙于亲身表功。